是越南河内36街黄建湖前面的三轮车队，啊，好多、哦。好热闹，三轮车。车来了，不能停了，我跑步机的。徐雅欣，跟着我啦，你不要乱跑。黄建湖的门口，进去吧。你也跟着我啊。我是汉字呢，晴天干刺什么最高，晴到昏儿什么什么圆满。大家写不写草书看不懂，电台只能到此，不能再进去啊，他进去要收门票。今天才第一天。第一天的。德业楼，他们这些中国的德业楼，神龟啊，看乌龟啊，看乌龟标本啊。龙龙什么那个龙马龙马河图，我要去。